还喜欢吗？谢谢大家的观赏啊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那上午好，上午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，谢谢简单，谢谢。还喜欢，还喜欢吗？好的，喜欢就可以，就怕你们不喜欢。允熙喜欢吗？哎，刚才说的跳什么来着？长相思吗？是还是什么？刚才说的。谢谢入团卡，欢迎大家加入到我的粉团当中，以后咱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啦。是不是我听着我嗓子有点哑？是长相思吗？那个金鱼，是吧？是这首吧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！长相思，是的啊，好的，那就跳这个，我们重新放遍音乐。
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的观赏和支持，谢谢你们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我叫初见，初次见面，请您多多指教的初见，是一个能说会道、能唱会跳的舞蹈主播，也是一位新人主播。大家要是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，不迷路。欢迎文轩哥哥，欢迎欢迎。好，我们换一首，换一首。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啊，谢谢你们。那夜色小馆点红了，无论春秋冬夏，借两盏薄酒，便敢论天下。梦已开始的开始，我们都。
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。大家好，我叫初见，若人生只如初见的初见，是一位新人主播。大家要是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。咱们直播间的，各位朋友们，咱们点点赞，咱们让赞，就是咱们点起来。那一年呢，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那一年。今天八点就上播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太平天下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大家都可以与君同乐了。大家上午好，大家上午好，大家这不是也挺早的吗？谢谢啊，谢谢沈瑶，谢谢谢谢，哦，不是庆瑶，看错了，隔得有点远，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你们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我叫初见，初次见面请您多多指教的初见，是一个能说会道能唱会跳的舞蹈主播，也是一位新人舞蹈主播。大家要是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，然后咱们一起点点赞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吗？
谢谢，谢谢青瑶，谢谢，谢谢关注。有个人落笔写下你青春，时光迷如人，割断了缘分。会街舞吗？这个就算会这个衣服也不行呀，是不是？彩云之南吗？咱们试一下吧。彩云之南穿这个衣服跳，咱们可以试一下。